这是我大姨，前年心梗。这是我大舅，去年心梗。这是我妈，今年心梗。三个搭桥手术，老人年纪大来不了，我帮他们开药。您照这个单子，开三份。开不了，得病人亲自来，看恢复情况再调整药量。不开是吧？不开我投诉你们。手指长，高度近视，胸口还疼，这不就是马凡综合症吗？大夫，我是不是主动脉夹层了？大夫，我怎么办？我好害怕呀。你这主动脉正常，检查也都正常，家里也没有人确诊过，所以不支持马凡的诊断。可是我上网查了，网上说这就是马凡呀。别的孩子世界各缺损都能用微创，为啥我家宝宝就得开胸？你家宝宝除了失缺，还有别的心内畸形要一起处理。那也可以微创呀，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了，听说什么都能微创，要不宝宝长大了穿不了比基尼啊。嗯，恢复挺好的啊，继续吃药，半年后再来复查。哎，好，谢谢冯主任。下一个。嗯。叶一鸣，第一次出门诊，感觉怎么样？哎，就那么回事儿吧，没有收到一个开刀的病人，要么是来复查的，要么是来开药的，还有几个在网上查出来自己已经确诊是绝症的。这医生啊，最怕病人自己在网上查自己的病症。互联网时代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医生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没在手术室啊？啊，有一个会诊，正好路过。唐佳瑜，嗯，跟你说件事儿。哦。啊，那你们说，我就先走了。没事，就两句。这个心脏外科峰会给医院发通知，邀请你做主动脉分论坛的主讲人，你准备一下发言稿。这个会议流程呢，我让助理发你邮箱。真的？这学术界终于肯抬出一个手指缝让我进去了。什么手指缝？这么重要的论坛，你要抓紧机会。你代表的是安和医院。这刘峰怎么了？我老婆找你干嘛？找我干嘛？给了我这张照片。不知道啊，可能是因为最近太忙了吧。你知道心脏外科峰会论坛的主讲人意味着什么吗？当然知道了，这是国内啊最高规格的外科论坛之一，给了你一张 VIP 入场券，就是说明国内的同行都开始接纳你，你可以跟他们分享你的最新经验，也可以在里面学习他们的最新经验。回答错误，这是给了我个机会跟整个行业里宣布境外又来了一个行业里的大牛。你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心外流传的一句名言，一位优秀的心脏外科大夫是这样的一种，如果你问他世界上三位顶级的外科大夫都有谁，他们竟然回答不出其他两位。我听出来了，你在夸我啊，你夸我自大。我说的这是心脏外科大夫的普遍特质啊。哎，随便你说什么吧，反正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，我要好好准备。哎，周达电话。喂，周达。好，知道了。周达收了个病人，我要马上去一下。这心脏都粘胸骨上了，没法下刀啊。江百炼，哎，到。病人情况说一下。啊，主任，患者叫方宁，今年36岁，三条冠脉全堵了，左主干堵了90%，具备搭桥的手术之症。可是患者已经做了3次搭桥手术了，他这胸腔粘连的很严重。36岁就搭了3个桥了，典型的家族高胆固醇血症。是啊，支类代谢疾病中最严重的一种，特征就是早发性的心脏疾病，儿童时期就有可能得上冠心病。
主任，刚才我去问诊了，方宁是12岁的时候确诊的。周达，哎，病人怎么找到你的？哦，我老婆是方宁的粉丝，看她微博知道她生病。啊，粉丝？这患者是一女明星啊？不是明星，作家方宁。嗨，哎，你们竟然不知道她？喂，她红了10几年了。言情小说天后，哦，我告诉你们，我老婆每回看到的书都要骂我，嗯，说跟她树立的爱情相比，我们俩顶多算是个兄弟情，你说牛不牛？主任，您不会也没看过吧？你看我像是会看言情的人吗？那倒也是。哎，说正题啊。他已经去过好多家医院了，都说粘连太严重，根本没地方下刀。嗯，怕这一开胸，心脏就破了，是，更别提搭桥了。哎，搭档啊，我好像在地铁上看过他卖书的广告，是不是啊？他的书拍过好几部电视剧了。哎呦，现在的电视剧不是谈情就是帅的，无聊死了。当支书，我推荐您去陶厂看悬疑剧，亲测好看。啊，陶厂？嗯，对啊，我有会员。江百炼，你怎么还有时间看剧啊？还买了会员啊？逮着每集都看是吧？坐地铁的时候打发时间的事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怎么？在这儿，下刀的地方。方宁，感觉怎么样？还好。唐医生是吧？对。周医生说你很厉害，我还有的治吗？当然能治好了，医生啊，一切都用最好的，花多少钱不是问题。啊，这位是？哦，我是方宁小姐的经纪人丁志鹏，大家随意一点，叫我丁总就可以了。方宁的情况是这样的，她的父母呢很早以前就不在了，她也没什么亲人，所以之后有一切的医疗问题都找我对接和沟通。赵阳这两天就回来了。他会来医院的。啊，赵阳是我男朋友。方宁，你的心脏和胸骨之间是有间隙的，还是可以手术的。真的？你先别激动，躺下。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人体呢，能够搭桥的血管一共有9根，你之前做过3次搭桥，已经用了5根，所以我们要确保你剩下的桥血管还适不适合做搭桥。其次呢，就是你的胸腔粘连太严重了。就算现在做了搭桥手术，很快会再堵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想一个能够让桥血管长期通畅的办法。这两点满足不了，还是没有办法手术。那具体需要多长时间？你们有几分把握？需不需要找一些外院的专家来会诊什么的？作为方宁的经纪人，我不允许在这件事上有任何的闪失。丁先生是姓丁对吧？对。哎呦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探视时间过了，要不然你先回去让病人休息一下。不早了哈，等我晚点再来看。谢谢。百丽，哎，宋主任，哎，行了，有事吗？没事。到办公室，有话跟你说。哎，百丽，哎，这是春苗成长的医生培养计划，主要是针对一些低年资的、有潜力的年轻医生。哎，只要是通过考核拿到外国医疗机构的邀请函，人家会提供经济援助。哎，我记得你是不是一直想出国深造来的？宋主任，你还记得？哎，哦，这个计划呢，有一次初筛淘汰率很高。所以我想问问你，是不是真想去？想去，想去，我要去长长见识啊！对，如果你真的想去，我会跟他们说一声，让你直接进入第二轮。就这样吧，你先拿去准备一下，如果有回复了，我再通知你。行，谢谢宋主任，您对我真的是太好了。我，你这孩子我喜欢，清清爽爽的，没那么多心眼。好，忙去吧。行，我走了，宋主任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坐坐坐。哎，坐。哎，门诊怎么样？
进了6个住院的，3个搭桥，2个换泵，还有1个夹层。哎呀，得想办法把这个病床的周转率提上去啊！咱们组是心外手术量最大的，只要咱们保持住，谁当主任都拿咱们没办法。哎呀，幸亏有你啊！哎呀，咱俩还说这个？哎，小宝，那个网上视频那事儿，就是保安老婆发的那个。那视频咋了？啥也看不清楚，像素那么低，都看不清楚这刘峰和唐佳瑜。怎么看不清楚？除了他俩还有谁？只不过没人在这评论区里点名他俩的身份罢了。不是哥，你说这个我就生气。他们俩这私情都整到院里来了，咱们是不是得给他们报出去？我最讨厌这种靠男人上位的女人。这事你放心啊，交给我。我以前有个病人，专业做媒体的，我让他把这个视频往热点上推一推。咱们如实报道，有啥说啥，啊，不整不虚。哥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实事求是啊。主任，你还没走呢。我在看方宁这些年的病历。哎，可是为什么用大钟树的电脑看？发现了他躺在手里了。其实我们都知道。哎，桥血管的结果出来了吗？哦，出来了，胃网膜右动脉和右侧乳内动脉可以，剩下的其实他没剩什么。前几次搭桥用的桥血管太多了。也就是说，再搭桥的话，远切通畅率必须要延长，不然下次就算能开刀，也没有桥血管了。是这个意思。怎么能让他不粘连呢？嫂，嫂，崔主任，今天医院里的人都很奇怪，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吧？有吗？没有吗？到底为什么？哎，行吧，那就让我来当这个恶人吧。啊，看吧。好。大家在看的就是这个，对，就是因为这个，啊，谢谢，不客气。哎，这脸都看不清，这帮人就瞎评论，他们是不是有病啊？我得教育教育他们。就是因为看不清，才能随便说。小龙，小龙，这不是你吧？是我，是我，是我。你别说，还真行。当然也不可能是你。所以绝对不能是我呀，这个。所以说，用私生活有问题来对付一个人呢，永远是最有效的方法。只要说这个人私生活不检点，分分钟名声完蛋，想找补都找补不回来。我觉得这是造谣的人有问题，而且是人品问题。哎呀，这个事儿如果查下去啊，跟你说吧，最后倒霉的一定是唐佳瑜，刘副院长一定是没什么事。哎，你们想想，谁会在那个视频的底下评论啊？这会是谁？哎。我这虾条哪儿去了？这不是唐主任和刘副院长吧？视频你们都看了吗？那你觉得是谁啊？我觉得。你们不会怀疑是宋主任吧？为什么每次有坏事你们都会怀疑他呢？如果这是保卫处的人发的话，那评论肯定也是他们干的呀。你是不是傻呀？保卫处的人和唐主任还有刘副院长又没怨没仇的。干嘛要在网上写安和医院 T 型外科女主任和 L 型男上司这种指向性明确的话呢？这一看就是咱们客人做的。那也不一定是宋主任嘛，你们这总是冤枉人家。你站哪边？哎，东东，白丽，
我们没有怀疑谁，也不会冤枉任何人。好，干活，干活。我今天迟到了，马上换白大褂，查房去。你是不是吃我虾条了？我更喜欢吃番茄味的。方宁，你的手术方案已经定下来了。改可以手术，因为你胸腔内粘连严重，所以如果按常规的在你的心脏前侧搭桥的话，桥血管很快会再堵。所以我的方案是将桥血管绕到你的心脏后面，直接搭到冠脉上，这样桥血管的远期通畅率会高很多。但是你已经做过三次手术了。所以我们要把你剩下所有的桥血管全部取下来连在一起才够长。手术风险高吗？非常高。但是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。我愿意冒险。就是。手术能不能再等一等？为什么要等？你不会又是等那个赵阳吧？我有分寸。我男朋友已经订了回来的机票，就这两天就能回来。我还是想在手术之前再见他一面，这样就算万一手术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也没有遗憾了。方宁，你自己要清楚一点，你的冠脉已经堵了90%，只有10%是畅通的，如果这10%再堵了，非常危险。我要等他，体重要盯紧一点，有什么问题马上安排手术。明白了。唐医生，你们先去查房吧。好。有什么事吗？唐医生，您看是这样啊，您能不能编一些你们那种医学理由，让方宁今天就手术？不能，病人要等她男朋友，我们要尊重病人的意愿。那什么男朋友啊？他俩一年都见不上世面，那男的就是玩的，拿他当提款机。唐医生，您作为他的主治医生，您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等死吗？我做不到，要尊重病人的意愿。朱护士，19床加可达龙，300毫克配成50毫升泵乳。医嘱呢？口头医嘱。夏伯艾利啊，你先等会儿签个字儿。好，小朱。八床加瓶安定。好。要不你看那个药柜里有没有，帮我拿一瓶得了。你等一下，廖主任，这边先弄了吧。小朱，你短视频你看了吗？那个 T 姓女医生跟那个 L 姓男上司，这俩人我看着好眼熟啊。廖主任，我们护士长说了，不让我们谈这些。哎呀，这有啥不能谈的？不就八卦吗？过分了吧？你跟谁说话呢？这么没礼貌、啊。跟宋宝德养的看门动物说话需要礼貌吗？你说谁呢？干嘛动手啊你？荣向东。主任。卢向东，你在护士站打架，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？是他主动挑衅，他要把那个链接。那个视频是吧？你知道？早上崔仁强给我看过。原来是老崔说的。那你不生气，不澄清一下呀？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为什么要澄清啊？无非就是一个 T 姓女主任，我就要对号入座吗？可你不对号入座，全院的人都在帮你对号入座。让他们对好了。他们背后说我，无非是因为嫉妒我，说的越凶，那就是越嫉妒。我怎么了？少了一根汗毛没有？是不是还好好的？反倒是你，护士长跟人家打架，你才是给他们增加了弹药和谈资，明白吗？脸皮真够厚的，我都开始要对他产生敬意了。什么呀，主任，那叫内心强大。我明白，跟人打架是我不对。主任，那个视频上的人不会真的是你吧？刘向东，你还记得我在软软病房跟你说过一句话吗？
同理呗。你说，关我啥事？我明白了。出去吧。哎，那 L 就是刘峰吧？那还用说 ？T 就是唐佳瑜啊，前女友算半个女朋友。我早就说嘛，高空降兵肯定有猫腻，这干柴烈火的。哎，叶主任，按照您说的，我挨个看了监控，这是视频里那两个人那天晚上在医院其他地方被拍到的时间点，我都给您写下来了。每个医生的门卡都是独立的，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，7点钟在普外，还有9点钟在 ICU 刷过门卡的人都有谁？他们，宋主任，啥时候给雅做手术啊？啊，明日情况我们会尽快安排的啊，您放心吧。啊，好，谢谢宋主任啊。作家，我是您忠实的粉丝啊。这本书是您出版的第一部小说，我已经买了十几年了，希望您能给我签个字，签个名。当然可以，谢谢。欧阳处长，唐主任，唐医生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来检查你们的卫生达不达标。你该不会是方宁的粉丝吧？是又怎么样？方作家住在咱们医院。我过来看看，不行吗？方宁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的书迷粉丝大概都多大年纪啊？18到24岁的。真假的真，给予的予。谢谢谢谢，方作家，我还想问您，就是现在连载那本小说，最后的结局，男女主角有没有在一起？哦，这个不方便剧透，不过男主角是以我男朋友为原型写的。哦，那就是大团圆结局。差不多了，谢谢，打扰了，再见。空了吸一下氧啊。言情和你很不搭。有什么不搭的？谈恋爱跟你就不搭，谁会愿意跟个机器人谈恋爱？我是没谈过恋爱，你愿意笑就笑。啊，欧阳处长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没谈过恋爱。是吗？我以为你知道，故意说的。他们在背后都叫我圣斗士。圣斗士，这个名字起的还挺妙的。那也没有某些人的视频被传到网上妙。
放心吧，我知道那不是你。你是怎么知道那不是我的？连我们小组的人都不能确定，那是不是我？这是对安和医院的污蔑。所以我听到网上传闻的第一时间就去了保卫处，调取了整个监控的视频，而不是网上那十几秒。你是真的在乎医院的声誉，还是想满足你自己八卦的心？两者都有。我看了之后就知道，那不是你。你怎么知道不是我？你看这个。这跟网上视频有什么区别？还不是啃来啃去的？区别很大。咱们医院的手术间分三个区域：污染区、半污染区和清洁区。每个区域对口罩、帽子的要求不同。网上传的那一段是在手术室值班室门口，啃来啃去没关系。但是你刚才看到的那一段后面是什么？三号手术间。对。三号手术间的走廊是不可以摘掉口罩的，虽然看不清脸，但是看到这儿我就知道，那肯定不是你。原来你认为不是我，并不是因为相信我，而是认为我不会违反无菌原则。那当然了，你想什么呢？我为什么要信任你？欧阳处长。我找唐主任有点事儿。刘峰，心外峰会主讲人的事情，谢谢你。我以为要等到一年半载才有这么好的机会，能在行业里站住脚，没想到这么快。你放心，演讲稿我已经写好了。我没工夫管那闲事儿，网上视频你看了吗？我知道。那你还跟个没事人一样。周围那些废物怕我生气，不敢跟我说。你为什么不敢跟我说？不然我不会现在才知道，唐佳宇，自打你来了安和，我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，成天除了给你收拾烂摊子不说，现在我还搭上我的名誉，我可是要竞选院长的，我真后悔把你给耗毁了。你是为了网上视频的事情生气，还是为了那天我跟你说的那些话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非常生气。如果你真的要竞选院长的话，我劝你还是要先冷静。我冷静不了，那个视频是保卫处传出来的，人已经开除了，但是评论八成是宋宝德搞的鬼，我没有证据。不需要证据啊，我劝你，你就把这件事情当成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，然后仔细想一想，作为一个医院里的领导要怎么应对就好了。唐主任，哎，叶一鸣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找你有点事儿。怎么今天都找我有事儿啊？刚才刘峰差点被那个视频气死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你不生气？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那我没事了，你忙吧，我走了。你到底有事儿没事儿？没事儿。主任，您签个字。哎，视频你看了吗？听说是宋主任找人评论的，真够下三滥。可不是吗？听说陈汉文知道那男的是谁。陈汉文，你为什么不说实话？怎么了？这是？原来你知道视频里的男的是谁啊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。你为什么不给他揭露出来啊？你害得主任到处被说。谁？唐主任啊？宋主任。所有人都说那评论是宋主任叫人发的，如果你告诉他那是谁，他就没理由这么做了呀。走，你跟我去解释清楚去，不然我这视频发网，让我告诉你，就是宋主任发的。你少蒙我啊！宋主任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说。你这样，你先把那视频删了，我告诉你行吗？你先告诉我。告诉我就删。哟，你小点声。
是这样，我今天看到视频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我知道那男的是进修医生小李，不是刘副院长啊。结果宋主任说，让我先别告诉别人。宋主任还笑呢，他说，小李给他提供了好素材。你就不听我话，你不听我话，迟早被害死！滚！我再也不想激动。你去看一下房东。你现在情绪不能太激动，刚才因为情绪激动有些气喘。必须要手术了，不管是谁都不值得拿自己的生命冒险，明白吗？是我大半辈子的言情小说。自己爱上一个人还是头一次，他们不知道已经36岁了，我才第一次爱上一个人，就是这个人让我觉得是个正常的人。我希望做个正常人，不要等他。缺血性心绞痛发作了，必须要手术，准备手术室，马上做搭桥。入室之后，准备做主动脉全囊反搏。好。方宁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等？你现在病得很严重，必须马上手术，知道吗？不能再固执了，快点。我们主任马上过来。主任。这位就是方宁要找的人，你是赵阳，方宁的男朋友。是，下飞机我就赶过来了，我能和他见一面吗？现在不能，他马上手术了。你为什么来晚了？航班取消了，为了能快点回来，我就换了一个倒两班的飞机。转机的时候手机又丢了，就没赶上飞机。医生，您帮个忙，帮我告诉他，我把工作辞了，再也不走了，一直在他身边。这个忙我可能帮不了。等他手术完，你亲自跟他说吧。龙向东，一会儿取右侧颅内动脉。好。血压正常，可以继续手术。电灯，金星镊子。大的撑开气，麻醉，帮我调一下这个灯光。好。再往下，往下，往右一点。好，可以。
病人情况怎么样？还不错。好，测一下流量。嗯，流量正常，心跳不好。心脏失颤，失颤！快，除颤板。给电，20焦耳一次。20焦耳一次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手术很顺利，你不要讲话。ICU 本来不允许外人进，但是有个人想见你，我让他进来。你要跟我保证，见到人的时候不要太激动。怎么了？主讲人邀请峰会取消了。怎么会呢？该不会是因为那视频吧？没有明说，只是说在峰会期间不希望网上有除了医学之外其他的评论。这算什么话？你不会到现在还不生气吧？我生气，我很生气。我准备了那么久，论文都写好了，就因为莫须有的事情，全白准备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叶一鸣，嗯，我想你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为什么有的病人叫廖小波，宋主任？重病组在唐主任的带领下，取得了初步的成绩。但由于肩负着临床任务和科研任务的重任，人手紧张。院长意思呢，就是暂时接调廖小波到重病组。我不去啊。不是，那我还有很多病人呢，刘院。刘院长，廖小波是我这个组的，你把他调走了，我这忙不过来怎么办？有问题，向院长反映去。散会。刘方长，这廖小波是我的得力干将，左膀右臂，你把他调走了，这不拆我台吗？得跟院长好好说说啊。调廖小波，就是我和院长建议的啊。你记住，以后医院的事情就让他烂在医院里头，别到外头瞎传。还有，廖小波替你出门诊的事。这反正都是出诊接病人，接人有什么区别？别的医疗组不都这么干吗？这不能成为理由。为挂号病人看病，那是医生的天职。对你的惩戒措施，医务处会通知你。正好，
廖小波调过去了，你啊可以亲自出门诊了。好自为之。哎，主任，这两年晚上全是你的新闻。不会啊，又来了。不是，是方宁。他出院后呀，在直播里跟粉丝分享这次的手术经历，说要不是唐医生你呀，他就接不到他的男主角了。你看现在网上好多帖子都在说这事儿呢。屁了吧？哪屁了呀？挺好的，没本人好看啊。体外循环机又叫人工心肺机，它可以代替患者的心脏和肺工作，是心脏只是手术中必不可少的一环。在人工心肺机被发明之前，著名的外科医生李拉海甚至将一名孩子的父亲当作活体心肺机，将这对父子的血管连在一起，对孩子做了心脏手术。这台悲壮而又大胆的手术在当时引起了轰动。人工心肺机的发明和成熟，使心脏直视手术进入了真正的飞速发展期。